嗨，大家好，我是索菲亚。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是连读和试爆，希望你喜欢。OK，Let's start. One. Did. It. Start. 什么时候开始的？首先，我们把这句话读准、读清晰。When did it start? 第一个音，a，轻轻的起唇，a，喂，然后舌尖抵住上齿龈，发呢这个位置，让音顺着鼻腔出来。When，什么时候？Did，这个词它是助动词 do 的过去式，所以判断这句话是一般过去式。一般过去时的以 when 引导的特殊疑问句，句尾呢用降调。Did。A 短促有力，did，它，it，A 短促有力，it，开始，start，遇上了 t，这里的 t 就要浊化成的，start，什么时候开始的？When。Did it start? When did it start? When did it start? 实际生活中，人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往往会把 did 的和 it a 连读。Did it. 这里的 t 失去爆破，舌尖抵住上齿龈发 t 这个位置，憋住气不发音，把位置留出来。When did it? 接着 start 这里的 t 失去爆破，舌尖抵住上齿龈发 t 这个位置。憋住气，不发音，把位置留出来。Start. When did it start? 比如某人去看病啊，那么大夫呢会问一些病情，他就可以说啊，你这病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呢，他往往不用说病啊，直接就说什么时候开始的，双方都理解说的是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开始的？When did it start？因为它是特殊问句，句尾呢用降调。那如果说的比较快呢，did it 就可以连读为 did it。同时这里的 t 失去爆破，start t 失去爆破。When did it start？
When did it start? 大约一年前，大约 about 这里的 t 失去爆破。One year ago 可以连读。One year ago，about 1 year ago。When did it start? About 1 year ago. When did it start? About 1 year ago. 好，现在呢，我们把事情变一下啊，比如说啊，什么什么聚会，什么什么会议啊，什么时候开始的，双方都知道。When did it start? 读的时候呢，可以把 did 和 it 连读为 did it，这里的 t 失去爆破，start t 失去爆破。When did it start? 大约2天前。About 2 days ago. About 这里的 t 失去爆破。2 days z 尾音 z ago a 连读为 z. About 2 days ago. 大约2天前。When did it start? About 2 days ago. When did it start? About 2 days ago. 那我们询问事情呢，有的时候既问是怎样开始的，又问是如何开始的，所以呢，我们把它连起来，何时开始，又是如何开始的呢？那么这个又是，我们往往用一个连词 and 的连接，and 的。那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个的往往就失去爆破，不发音，直接读 and。When did it start and how 怎样？那么熟悉之后呢，did 的和 it。a 连读为 d，start 这个 it 失去爆破，start 这里的 t 既可以失去爆破，或者呢可以把它弱读为可以把它浊化成的和后面的 n 的连读也可以。好，我们试一下啊。首先呢，我们采用第一种方式，就是失去爆破。When did it start and how? When did it start and how? 何时开始，又是如何开始的？When did it start and how?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哎，我们采用 start 这个的浊化和后面的词呢相连，这样它就读成了 When did it start and how? When did it start and how? When did it start and how? 何时开始，又是如何开始的呢？When did it start and how? When did it start and how? 我们平时在说话的时候呢，往往还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啊，比如说开始是什么时候？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说最开始是什么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它有个顺序的问题。最开始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啊，第一，或者说呢是首先，首先啊，在这里呢把它翻译成最。When did it first start? When did it first start，那么熟悉之后呢，did 的和 it a 连读为 di，it 这里的 t 失去爆破，first
First 这里的 t 失去爆破 ，start 这里的 t 失去爆破，这样呢，整个这句话它就读成了 When did it first start？ When did it first start？ 啊，那么它的尾音 first 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 s，start 又出现了一个 s。所以呢，只读一个 s 就可以了。When did it first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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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连读和试爆。什么时候开始的 ？When did it start? When did it start? When did it start? 熟悉之后，往往会把 did 的和 it a 连读为 did it 的 t 失去爆破 ，start。失去爆破。When did it start? When did it start? When did it start? 你学会了吗？好，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Thank you.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lease subscribe. See you.